没比。那么马龙的球呢，从2015年的苏州世乒赛拿到单打冠军之后啊，整个全面爆发。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讲，很多人认为男子乒乓球进入了马龙时代。三秒。那么在去年苏州世锦赛结束之后，马龙又拿到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冠军，这是运动员的一个最高荣誉。2-4。还是就像我跟杨敏昨天我们介绍的一样，这个场地啊相对比较凉，这个合肥呢因为是南方城市，没有暖气，所以呢在整个馆里头呢这个气温也比较低，那么呢所以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赛前呢要做得很充分才行，那么充分的能够调动自己，让自己呢身体发热，手发热，这样的球呢就会好了很多，否则的话呢上来他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无谓失误啊。所以没有关系，因为刚刚开始比赛嘛，慢慢的大家都会进入到状态当中。4-4。马龙这个运动员呢，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他的全面性，他的衔接、他的灵巧以及他的速度。好球。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作为年轻运动员，或者说作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二线三线的这种运动员，到底和主力之间有哪些差距，差距有多大，差在哪儿，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5-5。王楚钦呢是来自北京队，也是北京队重点培养的对象，就像当年北京队的教练张雷培养马龙一样，也是从小开始抓起。好机会。6-5。看来啊，这次啊，大家都要对这个球台上来就要有一些适应，因为像我跟邓亚萍坐在这个解说席上，其实对现场的环境啊、气温都已经适应，但是对于马龙他们来讲，他们今天是第一场球，第一场球，对，来了3-4天了，今天第一场球，对。小王。6-0。7-6。这个球台呢，就是比想象当中要转，然后呢，没有想象当中弹性那么好，容易滑，所以说在我们在这个对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要多往迎前拉啊，因为球比较球台滑的话呢，它不往上跳，它是往下滑，所以说我们在对拉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迎着拉。6-8。马龙啊，在第一局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以我为主的一个竞技状态，对，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无谓失误多了一点。好球，漂亮。
漂亮，哇，好球！漂亮，这条线非常漂亮 ，C 的，他故意这个球啊发他正手偏中间偏正手位，让马龙呢他用反手来撕他，就是来这个拧拉这个球，拧不出劲儿。但这个球拧了，你反手是一个空档，而且恰恰南湖主心是一个左手啊，顶他一个直线，漂亮，11-7，王楚钦。这样第一局比赛，王楚钦。霸州海润的小将11-7先胜一局。但是对于这个年轻运动员来讲，他更放松，我搏到了，我今天算是黑马，哎，对，算是我这个值，我输了是很正常，所以他心态更放松一些。但今天我觉得呢，这个马龙呢，从第一局感觉上来讲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状态，整体来讲无畏失误比较多，自己的得分手段还没有打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也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我相信随着比赛的这个逐渐的进入啊，他会打出自己的。哎呀，哇，真漂亮！你看这个球啊，这个没得说，这个球。年轻选手，高级球，后生可畏。嗯，打的高级球。嗯，你看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其实这几下。这几下质量非常高，这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碗球。那你看王楚钦，如果他打国际比赛，对国外选手，他未必能打出这种水平。是的，但他跟马龙，他就能表现，他很放松嘛，能表现出来，很放松嘛。0-2。但今天确实是王楚钦，我觉得他，打球还是很有锋芒的，自己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个打球很快，力量也很足，很积极。今天投入比赛是投入比较快的。你看，很积极，很积极。在赶着球打啊，追着球打。哎，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球打你，不知道是你打球还是球打你，对，就一直顶着你，对，来不及，没板打愣。漂亮。3-0。像这个时候呢，马龙呢要扛一扛，因为这个时候整个对手啊，很积极很主动，而且呢目前的感觉手上的感觉还挺有数的，是吧？挺顺的。这个时候马龙呢稍微要扛一扛，打回自己的套路。对，漂亮。2-4。那么这次比赛呢，因为时间比较紧，是由这个安徽朗坤俱乐部来承办的。哇！3-4。另外呢，还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粉丝，因为乒超联赛呢临时更换了地点，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消息他们的信息量不知道，这个总决赛是在安徽合肥。体育馆进行。4-4。因为运动员的这种竞技状态啊，有的时候啊，他会出现一些，就是说在场上觉得没有灵感，就是也在打，没感觉，没感觉，也在打，但是就是好像就是那种灵劲儿，那种愿望。好的，这球变得漂亮。这是山东卫桥队的教练，是由前国家队刘国梁、孔令辉的教练尹霄指导，担任山东卫桥的主教练。哦呦，
漂亮，这个球接得非常好，质量很高，这个造成了马龙只能回摆哈，这抽了一个这么差的一个质量的球，这个球这王楚钦非常漂亮，这个球接得好。但马龙呢，就是在这种速度上，就是每一个球的衔接上，也有点慢，还是要加快加快。对，拧拉。5-6。明显的感觉王楚钦今天的球没板，就想要你命哈！你看第一板球质量多高啊，啊！所以其实年轻运动员就是应该这样打，你对这个名将你还不放手搏？机会来了啊！你肯定放手搏。你看这每个球质量多高啊！6-6，非常好，他就是这个打法是对的。但是我这样搏掉他以后啊，会把马龙会搏乱的，搏乱以后呢，这个才趁乱才有机会，是吧？再一个呢，就是马龙在对左手啊，还需要有一些更明确的技战术套路。你看现在是等于王楚钦锁住他的直线啊，老是让他站不稳的感觉，他应该去把角度、线路、套路打得更明确一些。嗯。7-6。好，这个是这个在重要比赛当中的连续回摆短是需要极其好的手感和功夫的，这个技术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想运用好想练好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细妙的一个控制。跳网6-8。好的，6-9。这就体现出马龙的这个小球的细腻啊，在连续控制之后，正手有机会进行抢拉。其实比赛当中啊，还是要找一些怎么在哪个环节能锁住对手，而且要狠抓这个环节。嗯。好的。9-6。对，这几个球就标准的是马龙在接发球上控制得非常严密，我不让你上手，地板逮我，对吧？然后我再开始拉你。好球。10-7。对马龙呢，确实也挺难受的。稍微稳一点呢，王楚钦根本不给机会，因为板板质量都很高。但是又不能说我上来就抡，是吧？这就确实很冒险。对于这个好的运动员来讲，确实两难。有的时候，对于这种搏杀，你看他搏杀，他跟你搏，逮球他就发力，逮球都发力，这球确实挺难打的。正手为王楚钦全是穿直线，高质量的穿直线。然后反手就撕你大脚，还是发力的撕，这个确实是挺难打的。这个球让他全打出来，是马龙是不好打。所以这马龙呢更要打变化，因为年轻运动员他现在有一股子猛劲儿在这儿哈，是吧？我逮球都发力，那这个时候呢就更要打细腻，让他打得难受，不要让他很容易发力，打一打会儿呢。主要要控制好。哎，摆短。哦呦，焦比斯，现在等于王楚钦啊，把这个左手在和右手比赛当中的一些有效的战术。和套路，打的应该说表现的非常的到位。看看马龙这个球在控制之后，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进行上手？摆短，上手，拉起来。对，对了。11-9，三攻未尝，马龙胜第二局。这个球马龙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先控制，力短之后正手抢拉。因为在这种9-10的比分当中，防守的压力和难度要远高于进攻。是的。这样双方在前两局呢就打成了1-1。我觉得打到第三局啊还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王楚钦来讲，他现在的整体的战术打法是对的，
要坚持住自己的这样的凶狠，保持高质量高压的态势啊。那么对于这个马龙来讲的话，就是控制严密，然后尽快上手，然后出上手的时候尽量出质量，少一点过度，因为对方质量非常高，你只多过度，你等于就给别人带来的是机会，所以说尽可能呢也打得更积极主动一点。是。对了。但我觉得，对了，从第三局开始，看看马龙怎么摆活他，就是马龙肯定是他的这个一片天地了，就完全按照马龙的思路在进行比赛，而且马龙呢，作为一个这个顶级选手，他第二局咬下来之后，接下来肯定是马龙能够最大能量的发挥自己。漂亮！你看这种一定要出质量，而且你看这三分球和前两局的这种技术发挥，这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对场地啊，顶级选手对就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对，是吧？给你机会你抓不住，对不起，接下来没有你说话的，没有你的话语权了，就是的，很多时候都这样哈，是这样，这是有一点规律在里面。漂亮，连续注意连续，漂亮。这个球啊，就像魔术般的粘在了马龙的拍子上，怎么打怎么有。啊，因为他在击球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他手上的那种空间感出来了，完全可以控制这个球，就是说我可以快，可以慢，可以转，可以冲。一比四。漂亮！那每一板球啊，就变得特别顺畅啊，这球也没感觉到这个球台不好打，或者是球台往下球往下坠啊，这种就是一些困难或一些问题都得以解决。一比七。这两天啊，邓亚萍，我们在安徽饭店也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球迷都守在这个安徽饭店的一楼，对，在大堂，对，一直在期待等待马龙啊，等待樊振东，这些热心的球迷，我觉得对于乒乓球的推动和支持也是非常大。是的，他们很热情，在底下等着，就是希望能够给他的偶像签个名照张相。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很让我感动。是啊，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才能这个打得更好，最大的动力。对，八比三。拉了一个侧旋，马龙再拉，穿直线。你看马龙这个球是漂亮，兜底拉过去的侧旋球，漂亮。这个王楚钦的感觉也很好，是、完全是逆旋转。现在这个因为这会儿这个球旋转已经很飘很飘了，对球的稍微感觉差一点就会飞掉这个球。三比九，三比九。四比九。那么乒超联赛呢，进入到决赛的阶段，昨天下午已经产生了女子的
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就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哦，漂亮！连续，连续，还有，哎呀，对，山东鲁能俱乐部，这两个队伍呢是女子俱乐部，2016年的乒超联赛晋级了决赛。那么男子呢，现在率先晋级决赛的是八一大商樊振东这俱乐部。那么这场比赛，霸州和山东卫桥的胜者将和八一大商来争夺最终的冠军。11-4，山东卫桥马龙胜第三局。这局马龙可以说打出了优势，打出了差距。想要吗？大声一点。那么你这一局该怎么样能够翻盘？我觉得呢，还对于他来讲，因为整体实力要比马龙要差，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种猛打猛冲的这个战术，但是要破掉马龙控制他的这个球，我怎么样能够仍然出一些质量，而不能说他控制我就上不了手了啊，这个是要破掉的一个球。如果说他在对他的控制很严密情况下仍然能够出质量，而且呢能够还是按照打回他的套路猛冲猛打这套路呢，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有的打的。是的。哎，对了啊，漂亮。对了，这个球真的可以说人球合一，还是这样，要坚持自己的有效战术。在他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扭转那某一个点上的球，所以他要是急需还是在他的这种被控制的情况下怎么样能扭转和调整，还是要抓住自己的发球权。2-0，开局很好，看看这两个球能不能抓住了，这样的话呢拉开比分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局势。2-0，1-3。好，对于王楚钦来讲，这一轮接发球一定要控制严密，然后尽快上手打回自己的套路。漂亮，这个球出机会，这个球拉的质量很高的。其实男子的比赛呢更为明显，就表现得更明确，就是说看谁能够先上手，谁能够积极主动，对，谁就会赢得比赛的优势和最后的胜利。漂亮。5-0。今天这个王楚钦啊，发挥得很好。第一局，一个是等于第四局。对。啊，你看他这几个球打的。其实第二局打得也很好，没能抓住，没咬下来，没抓住，我觉得这一局也是一样，就是现在目前还是要把自己的球这一轮发球拿住，还是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敢猛冲猛打。5-0。很可惜啊，自己一轮发球输掉两个。3-5，除了温度稍微有一点点低，其他都不错。是。好的。3-6。小将就是小将，就是要还是保持自己的这种搏杀高压的态势。等一下。他之所以打到这个份上，这会儿能够跟他能够叫上板，其实就是该发力不发力的时候全发力。这个就是能打到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个成要素啊。再一个，我觉得王楚钦还是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啊，因为他离台一远了之后，他的质量必然下降，对，冲击力威力也不够。好的，敢一出手，你看多敢出手，直接就往前。手腕就往前走了，一点犹豫都没有。
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住啊！漂亮！7-3。你看，现在马龙啊，对于王楚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王楚钦啊打的稍微慢一点，因为他这会儿啊占优，而且呢，这一轮发球他上面一轮发球自己都没拿住啊，这轮发球怎么着最少拿一个，上手。啊，7-4。那么从昨天乒超决赛开赛以来，这个冷门谍报可以说，啊，今天下午，八一大伤的这个周凯战胜了许昕。那么昨天呢，陈幸彤又战胜了刘诗雯。7-4。所以都是年轻运动员把这个名将主力拉下马，看看今天王楚钦。5-7，两个人的发球权都没拿住哈。那王楚钦呢？现在这场球其实也到了他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啊，7-5还有2分的优势，看看能不能继续扩大优势，保持优势。6-7，可惜这个球。这就是在关键球的时候，年轻的小将能不能还能够搏得出来，而且还能搏得到台子上。漂亮，又是一个长球，非常聪明。你看他有一个虚晃的动作，就是他的手往前出的时候，马龙这个，你看，马龙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这个隐蔽，对隐蔽的动作非常好，就假动作胆子也很大。他因为他完全就觉得不敢偷他两个场的，哎，这你看，相对于小将来讲啊，就保守了，发来发去就中间这个短球，发来发去中间这个短球就没赢过，自己四个球了，没拿到发球权，两轮发球权都没拿到。嗯，好球！哎呀，你看这个球，如果他早点偷，可能这比分又拉开一点。到了偷长的是要胆量的，特别是男子的比赛，你还没发过去，那边都给你冲过来了。对，偷长球确确实实是需要胆量的，偷的要急，要突然。哇，机会！这个球是可以拉到的，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度。我觉得王楚钦啊，就是也不说加保险，就是摩擦过度了，这球对薄了，拉薄了，太薄了。嗯，啊，往前出的动作还是不够，往前应该有再送一下的动作。不好，不好。8-10，7-4，7-5吧。然后现在是8-10，而且马龙呢就有点感觉不动一兵一卒的那个状态，就把这个比分打成10-8。更多的是经验，是时机的把握，是对对方心理的揣摩。好球，9-10。但到这个时候，王楚钦啊，真的不太敢偷长的，稳打稳扎。因为这个马龙这个时候就用反手拧他，不用错他，前面拧几个他都打得不好。这个反手拧他还是起效果的。看对方的发球在反手位，哎呀，真的是这个球，王楚钦啊打得非常有变化。他发球首先发了一个反手，没有发正短，在反手弹那短球，马龙等于。慢了一下，对，下意识的一接之后，这球机会就出来了。接了一个质量不是很高的一个半高，好球。王楚钦接发球，胆子还是要大一点。又是一个这球，哇，这就是马龙的过硬。
就在于这关键的比分当中，你看他的侧身反拉，你看他故意他就发一滑出台的球，我就让你拉起来，我就反拉你这板，我等着你这手球呢。但这个是需要马龙有非常过硬的这种反拉技术，反拉技术非常难，是是是，啊，他可以能够把这个球，说明他充分相信他的正手，对，相信他的反拉，相信他的正手反拉。马龙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场，3-1，赢下了王楚钦，为山东魏桥在半决赛当中呢先获得第一场的单打胜利，1-0领先。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场的单打。来扫描一下拍摄和现场的两位观众，当你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请互相。